先有的鸡还是有的蛋？我觉得先有的蛋吧，有蛋才有小鸡啊。先有鸡，有鸡才能下蛋。先有蛋。妈，那你说是先有我们还是先有你呢？你这孩子，肯定是先有的妈妈呀。那没有我们怎么能当妈妈呢？大早上的问这样的问题，不上学了，赶紧吃。再不吃就迟到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问你们一个事儿，我包里的钱怎么少了一千？谁拿的？妈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哈。我爸拿去买鱼竿了。你让他买一个呗。你们吵架的时候，你不是经常说，在家他给你当孙子，在外你给他面子的吗？再说了，买一个鱼竿也没多少钱。我爸说跟他钓鱼的鱼竿都比他好，他很没面子。对啊，他奶奶的不都是成了孙子惯了孙子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快跟你妈说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不是，是说我错了，奶奶错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你看吧，奶奶错还怪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的这个作文里写了，寒冷的天气可以使人变得年轻。对啊，那你举例说明。你可真行，也就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。儿子，快写，写完陪妈出去一趟。小区里的灯有几个坏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放心吧，你晚上一个人出去不会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够安全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今天在哪里呀？今天在哪里？今天在哪里？你们不告诉你。还是儿子好啊。长大了知道给家里人做早餐了，昨天让你爸给我买个早餐，他居然说宁肯替我挡子弹不肯给我买早餐，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妈妈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到底什么意思？要钱没有要命一强。哼，以后等我老了我谁也不管，自己做饭自己吃，管好自己就拉倒。一个人吃饭不夹菜，都没人敢夹，生死也没人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别说了，都是你的知识。防溺水的知识你们应该都懂吧？西边那条河里今天有人掉下去了。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掉水里，该做些什么呢？这样吧，假如妈妈掉水里了，你们能做些什么？我想救你，但是我不会游泳。跳下去只能找死，所以我只能大声喊。喊不到人呢，找根长棍子把你拉上来。没有棍子呢，那就使劲敲锣，使劲打鼓。没有锣和鼓呢，那就砸锅卖铁啊！别让风风刮刮把你送走。哎呦我的妈！算命先生都说过，这回是上上签。妈妈，什么是三上架货呀？好看着啊！你这孩子，怎么能把骨头放你哥哥碗里呢？怎么样，还是妈妈对你好吧？我自己都没舍得买一双呢。谢谢喽。哼，以后少气妈妈就行了。妈，你理发了？对呀，花了50块钱的。
最可气的是我出来之后看到隔壁宠物店写着狗狗理发100元，就这还是做活动呢。妈你消消气，没事跟狗比干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我现在混的都不如一条狗吗？凭什么？就凭他敢吃粑粑你不敢。把鞋还给我。就不脱，还不能说句实话。哎呦我的妈。琴琴啊，今天晚上妈妈跟你一起睡啊。又干架了，你俩干架的频率有点高啊。哎，我这颗好白菜算是被猪拱了。不懂什么意思啊。这么跟你解释吧，就像两个人长相不合适但还是在一起了。比如你和我爸。没错。那你们两个谁是白菜谁是猪啊？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我是白菜了。你应该感谢我吧。为什么？那么多猪就他一个愿意狗你，白菜没人狗，我是万白之旅啊。哎呦我的妈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们希望妈妈可以改进的地方是哪里啊？我希望你可以变小25年，这样你就可以做我们的朋友，然后相伴一生。我不想让你老，老会死。那你爱我吗？当然了。那你怎么没有关心过我，还老怼我？其实我很想关心你，可你老不生病啊，可你老不生病啊。哎呦我的妈。你赶紧下来吃饭啊，你再不吃都吃完了。我不想吃，我想吃馄饨。你说的太晚了，已经做了这些，天天怼我，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，还想吃馄饨。漂亮的话我会说，但是漂亮我不爱说话。你爱吃不吃，你不吃拉倒，吃完我还有事儿。妈你今天的脸抹得有点白呀。我觉得你还是不化妆好看。我就闻到这一下。咱们家谁最有本事啊？啊，是你啦，妈妈。哟，这次不想让你爸了。你这么会抬杠，在公姐抬杠你厉害厉害。那合着我就没有一点突出的地方呗？有啊。哎，你说说看，我哪里突出？腰间盘，你腰间盘突出。把那杯水给我。妈，你还是喝奶茶吧。我不喝，我就喝水，白开水。妈，都说爱喝奶茶的人朋友多，爱喝白酒的人故事多，爱喝红酒的人阅历多。那我是什么呀？你是喝开水的人，尿多。你儿子，你写完作业，你小姨说要请你去看电影。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别忘了让她给我带面膜回来啊。妈，你怎么又买面膜？家里不是还有吗？那我肯定要保养啊，经常贴一贴才不会长太多纹啊。你这有用吗？那保养怎么会没用呢？那屁股也保养怎么一用都没有呢？哎呦我的妈。妈，这喷了咱两块肉呢。怎么了？那是刚才掉在地上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倒呢。啊，我怕浪费把它吃了。妈，你以后不要说谎了。我怎么说谎了？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一块肉也不夹，还说自己不喜欢吃。以后有什么好吃的你不吃我们也不吃了。不要诚实，不然你上吊别人都以为你在荡秋千。哎呦我的妈。记得不要活在别人眼里，而要活在自己心里。妈，吃饭。我不想吃，我想回娘家。我爸一喝酒你们就打架，平时不打，为什么喝了酒就打架？其实很危险。
就是戒了醉酒，过了平时，想做爱又不敢做的事。他瞎说的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有胡说。妈妈，真的会写诗了。虽然写的不是很好听，但是我觉得他很有才。嗯，那念来听听吧。锄禾日当午，妈妈真辛苦。还行，听这两句还行。那后面呢，让陈自己念吧。一会儿。背个小书包，一走一上午。最近评论区有人说我长得像王祖贤，你觉得我像吗？像吗？你看出来？像。真的吗？哪里像啊？那边像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与众不同的答案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让我眼前一亮？等我学会电焊的时候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，从来没有这样幸福。儿子，要不要再生个妹妹？我有一个妹妹就够了，不用再生了。多个妹妹多条路，长大以后好致富。那就再找个妈，多个妈妈多个家，何必区分你我他？哎呦我的妈！晨晨啊，妈妈的手机卡得要命，拍个视频也拍不好。妈妈想换个新手机，爸爸不同意，不愿意给我买。你能给我想个招吗？那就换个愿意给你买的。明明还假的是。哎呦我的妈！儿子，假如有一天除了我，有人让你管他叫妈妈，你会叫吗？会。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他把女儿嫁过来，让他把女儿嫁过来。还硬了吧？嘿，你倒是挺干脆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天气太热了，非得这个时候停电，这汗顺着脑瓜子直淌。妈，其实这是件好事。这能是什么好事？这么多年硬了。妈，天热了，你多喝点水。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。妈，我同学说等放了假叫我一起去染头发，我能染吗？能染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等染完了，我带你去 KTV 一下子。KTV 什么意思？ KTV 就是我先 K 你， K 完了我再踢你。一会儿就 K。那不一样。比个耶哎呦我的妈。妈，其实我没想染，我就是问问。问了就好，不想回去。儿子，最近有很多人说我老了很多，总感觉自己没以前好看了。妈，自信一点。怎么自信？把眼睛去掉。你不行，我就换个发型。齐刘海看脸型，斜刘海看气质，没刘海看五官。那我适合什么？你喝在我这儿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每天被你怼，感觉脑瓜子都不如以前灵活了。不行，我要补脑。吃什么东西最补脑呢？吃亏呗，吃亏最补脑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温暖的眼泪。这刚买的就坏一个了，这坏的也太快了，还不到俩小时呢。妈，你今天脸色看起来不怎么好。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俩把我气了一晚上。妈妈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气你呢？爱你还来不及呢。哟，今天嘴巴抹蜂蜜了。那晨晨，梦里你会梦到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梦到入口有爷这把火枪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我听说咱家最近很穷。听说？你听谁说的？哥哥，你真不会说话。什么叫我们家最近很穷？啊？我们家就一直没有富过。
喂，又拍什么呢？他们都说你们俩一个情商高，一个智商高。你们知道情商和智商是什么意思吗？情商高的人就是让别人开心，智商高的人就是让自己开心。那你们觉得我的智商和情商怎么样？你是自己不开心，还让别人不开心。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智商和情商都不高。吃，还吃呢，别吃了。看到了吗？这里是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晨晨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车给蹭了。爸爸回来，我该怎么跟他交代啊？我觉得还是让爸爸多挣点钱。再买一辆吗？不是，这样我们家里就有条件买条路了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说吃小龙虾吗？怎么改吃面了？本来想买的，我问老板多少钱一斤，老板说38块钱一斤。我说太贵了，还是算了。他说旁边有一嘴死的，8块一斤。哪里？我挺好奇，我就问怎么死的，他竟然说没人买，气死的。你看吧，这些记者不值钱，所以记者每次看看星星的上下，只要不死就值钱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问你个问题，如果错误在我们，对方要打人，要不要反抗？当然要反抗了，你不仅要反抗，你还要保护妹妹。什么样的人啊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手？我好是没情和。什么？干嘛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动手？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我说了吗？说了，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都听到了。妈，你不要只关心我们的成绩好不好，你也要问问我们累不累。有一天晚上，梦一场，你白发苍苍，说带我流浪。第一次吃这个烤的黄豆，你别说，还挺好吃，越嚼越香。你俩少吃点儿，都说这个东西吃多了屁多，我吃了就不行，老打嗝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记迷路了，记迷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肚子疼、说吧，多少钱不疼？100。100？还是让妈妈给你吃点药吧，吃点药就不疼了。50就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50是吧？50就好了，对吧？不就只有这50了？你别笑。你上学去了吧？走，贝贝，我带你上学去。你那心眼跟针眼一样大小，你说你生那么大气干嘛？再说了，我爸也不是有意的呀。不是有意的也不能打我，换谁谁不生气。那你不也动手了吗？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，你说可不可耻？真不知道还有比打女人更可耻的事吗？行，打不过他，打不过他。哎呦我的妈！晨晨，爸爸过生日你会送他喜欢的礼物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爸爸喜欢美女啊，一年送一个，你看他了不起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永远是我的宝贝，宝贝。晨晨，人家都说你的皮肤不如哥哥的皮肤白，你知道你为什么长得那么黑吗？因为我不想白白活一辈子。再说了，103丑，我又不丑，不需要吃。哥哥，我爱多保护你。哎呦我的妈！
晨晨，嗯，今天爷爷过生日，你没有礼物要送吗？人家哥哥都送了。你帮我送吧。我帮你送，你想让我帮你送什么？挂几个闺女或者孙子吧。你跟哥哥都养不起了，再来几个还能养得起吗？嗯。爷爷有皮有筋吗？有皮有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。晨晨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好没有礼貌啊。啊，别人给你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管是要还是不要，都要跟别人说声谢谢。做人一定要懂礼貌，要多用对不起、请、谢谢。妈妈说的没错。对不起，我吃完了，请你帮我洗了，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不对，你都读错了，我怎么教你呢？你对他要有耐心，他还小，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乱用成语。这样吧，晨晨，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现在特别的开心。还要酒泉，还要酒泉。别教了，一会儿我该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晨晨啊，如果你跟哥哥都去上学了，妈妈自己在家孤单怎么办？我教你个方法，把灯关掉，拿出手机，找一个鬼片，一会你就觉得厨房有人，厕所有人，床底下有人，你身后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走出这个门，你就不用回来了，也不用喊我妈妈了。有人大姐，哎呦我的妈！大姐，晨晨，给妈妈唱首歌听呗。让哥哥唱。给妈唱首歌听。我不会。上学的时候没有音乐课，没学啊你。那零食上都写配方，你会做吗？书上都是知识，你考上清华了吗？银行里的钱有一分是你的吗？大剧场那么多高富帅，怎么就嫁给了爸爸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有事吗？快开学了，别打扰我写作业，写不完找你。我走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妈，你今天胃口不好吗？怎么吃了一口就不吃了？不是，这几天又胖了两斤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瘦得倾国倾城、身轻如燕？瘦成那样好吗？可是我想瘦成这样。别着急，再过个三五十年，估计比这还瘦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时候可能年年在喝，喝了五斤，喝了五斤。您还是多少吃点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说你。有全家桶你不吃，你非得坐在这里啃馒头。我要全家桶，不是和全家人一起吃。那不是全家人一起吃，为什么叫全家桶呢？叮叮叮，有人。他们进了全家。哼，你这小声，可是这天界都进来，你去做全家桶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就是你结婚时候的照片。对呀，好看吧，评价一下吧。这得有150斤吧。怎么了，胖有什么不好的？哪好了？我同样的气他是个最大的。晨晨怎么不吃呢？这是素菜。那不是有西红柿炒鸡蛋吗？那鸡蛋也不是素的呀。我不想吃鸡蛋。那你想吃什么呀？想吃见了妈妈。哪有天天吃肉的呀？养不起是爱他干嘛？妈妈想要一个小棉袄呀。是
你养不起他，给我个微信卡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每当爱完结，一朵云晚难梦回乱去。妈，用你手机帮我查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还用手机查？说吧，什么问题？就是那个什么，用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长得难看。这不简单吗？鼠目张头，面目可憎，贼眉鼠眼，其貌不扬，尖嘴猴腮，会了吗？啊啊！那你按照我的思路说一个我听听。长不像你，长不像你。说什么？长得像谁？长得像我，像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问你个问题啊。什么？当初我爸追你的时候舍得给你花钱吗？哼，他那个时候一毛不拔呀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把他整的是一分不剩。你别笑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还要嫁给我爸呢？因为你爸像唐僧。因为性格好吗？不是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吃了他。哎呦我的妈。干嘛去啊？陪他下楼骑一圈。那好，那我问你个问题，假如我面前有一条河，我跳进去了，你会救我吗？你不用我救。嘿，怎么不用救呢？我又不会游泳，亏你还天天学习防溺水呢。你保持冷静，别挣扎，越挣扎越下沉，慢慢放松你就浮起来了。好像也有点道理啊，那我上岸以后应该干什么呢？把脑子里水往外放放。我脑子里会进水？你脑子里没水，光河里跳。哎呦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玩。本来就黑，那么大的太阳，不越晒越黑吗？我黑怎么了？说明我妈肚子里是个有墨水的女人。嗯，这句话还行。行，出去玩吧，赶紧回来啊。让我遗憾，你找个借口让我。妈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嫁给我爸吗？这话说的，当然不会了。那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？长得帅的，有钱的，顾家的，特别爱我的，并且服从命令的。这里是快手，不是佛祖。有人在家想没让你拜佛。嘿，有个这样的爸爸不好吗？我现在找的爸爸就挺好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晨晨啊，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？糖是哪来的？刚才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买的。你怎么能给他买糖吃呢？他牙疼。你俩一天天的能不能听点话？我们怎么就不听话了？每天你吃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，你睡我们就得睡，你醒我们就得醒。不说话是哑巴，说话了就是顶嘴。看电视眼睛会瞎，玩手机眼睛会瞎，读书学习眼睛就不会瞎。哥哥别叫了，站台小水也干不过就来合作好给他。哎呦我的妈。发烧了，一天天的老跟我犟嘴，怼不动我了吧？你开啰嗦了，你走开。嘿，我教育你，你还嫌我啰嗦？我姥姥就不啰嗦。你姥姥怎么了？姥姥教育就说一句话。啊？姥姥说什么了？和你妈一模一样。嘿，你这孩子，他有可能是说你的优点跟我一模一样呢。我不当厨子可惜了。有人什么意思？把锅甩得那么干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么一大盆呀，吃不了到了。怎么能到呢？吃不了留着下顿吃。这个月咱们家可是挺紧巴的啊，光酒席就吃了四家了，所以拒绝浪费。怎么大家结婚都要选一样的时间？结婚肯定要选好日子。为什么要选好日子呢？因为结婚后就没有好日子了。你
你是在说我没有好日子吗？你猜。哎呦我的妈！坏了坏了，怎么了？我有一个几年没见的同学突然给我发信息问我在吗，我在吗？那咋的？你说你不在了？不是，我是怕他问我借钱。这有啥可怕的？你也没钱啊。也是哈。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一个月工资2300，陌生电话信息不敢接不敢回，还怕诈骗。那骗子骗人之前不得做做攻略吗？你也不在他们的狩猎范围之内呀，你还是想太多了。那要是我同学来家里怎么办？那你就拿着那个。那不行，太暴力了。你先拿着他把自己的腿打断，这样他们就只会问你的身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办法好。儿子，妈买了件裙子，你帮我看看好不好看，你看看我穿着会不会显瘦。妈，饺子好不好吃是馅料的问题，衣服好不好看那是肉的问题。我每天也没吃多少啊，我哪里胖了？过着八戒的生活却想要悟空的身材。自己开心了，自己开心。赶紧快跑！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给我回来！加卡布。